因为有圣诞节、什么生日啊、对纪念日，还有七夕情人节，都烦不烦？这个本来就不一样，每天都来都不浪漫。你遇到问题了吗？你遇到问题了吗？嘿，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爱情导师就来了。如果你觉得女生好像有一点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喜欢男生啊！等一下，你好帅哦，好喜欢你！主题就是情人节浪漫复苏大作战，北台湾最新约会景点。这个装扮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恋爱导师，因为时不时在这一集呢，我们威风两个人会轮流当导师，哎，跳出来告诉大家一些爱情的小意见，对不对？小撇步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比如刚刚那一种吗？很多招可以学起来。来，超浮夸法式甜点店，对，好亮啊，比这个。好多层次哦，热情如火销魂饭，充满各位的热情啊！他不用切，根本不用切，对，真迷信，这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对，这里很适合表演 ，dance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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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 tonight， 今年会是一场婚宴秀，哇，还有秀，哦，很漂亮，美。星空戏餐酒馆，浪漫惊喜，它就是打造双人的包厢，我也很可爱耶，好可爱，这上面有我们的屏幕上有我们的照片耶 ，surprise。精神我喜欢，这就是惊喜浪漫夜景，超夯的码头货柜市集。我应该被动坐下来，不喜欢角色多喜欢。哎，超多人的威廉哥，哇，这么多人，我一上，我一上。早餐要吃什么啊？啊，吃猪脚面线好了，好不好？谁早餐要吃猪脚面线呢、啊？不然随便啦，没关系，都可以吧。哦，每次问你什么，你都说不知道，我整个周末的时间被浪费掉了，你这还好，生气一整天呢。哦，这个是我问题了吗？你在下面多久了？我教你好不好？啊，你说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宝贝啊，你猜猜我今天带你去吃什么？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那种很像在国外吃的早午餐啊？哎呀，怎么那么巧啊？我今天就是要带你去吃很像国外的早午餐啦！哇，好甜美啊！老师你好棒哦！他直接讲答案了，原来这一招哇，起来，来喽！哇，看一下我们的急救手册，蜘蛛吊桥，这是吊桥，真迷信，早午餐，哎呀，你看，不是啊，就在后面啊，这个好漂亮哦，有点装置艺术的感觉，有一个舞台，他们就是可以当婚礼场地或是求婚的场地，而且听说他们的预约啊，已经 booking 到明年了。哇，年底哦，这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对，这里很适合表演 ，dance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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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 let's just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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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爱去爱，这不错，对，那其他室内的空间也非常非常的大，对，很舒服，对，哦，里面真的有点宽敞哎，北欧风，然后它是这种木质调的，好漂亮哦，而且人好多，现在早上哎，大早上这一开始不得了。问一下 ，Harry 店长 ，Harry， 您好。
特别开多久了？这边的话开了2年左右。我们的话目前是以早午餐的方式来做呈现。在假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接一些婚礼啊，或者是求婚仪式，是一个很大的户外区。现在在我们的市中心还蛮特别。那其实还有一个甜点的话叫火焰布里欧，它的话会用周边服务的方式做呈现，然后会是一场火焰秀。哇，还有秀！哎，哇塞 ，Henry 对自己算蛮有自信的哦。你看，通常会放自己的自拍照，哎呀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。而且手表也很好看，对，劳劳力士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肌肉，我有钱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一道就是战斧猪排。非常厉害，它旁边那个咖啡色的酱啊，是它的特制的无花果酱。然后他们猪排上面撒的那个绿色是开心果碎。然后这个呢是他们招牌，叫做 CV 早午餐。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是，它前面这里啊，这个苏格兰，但我们平常都是看到外面包碎肉、汉堡肉，对，它是用毛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奶油蔬菜瓜牛面，然后白酱都没有温泉蛋。面先来好了，好不好？面汁，来。切，哇，哎，其实比较像那种水波蛋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，然后稍微拌一下。嗯，好，来给它。前面是很浓郁的那个奶香，还有那个蛋香，超级迷人。中间一直吃到那个蔬菜的甜，就变得很浓郁的起司的香气，但是却不觉得很油腻，或者是腻口的感觉，很适合早上吃的，我觉得。真的哦，单早午餐我觉得很适合。里面加的蔬菜都是特别清爽的，那种就是节瓜啊、芦笋那种带有脆感跟水感的。咬下去的时候，它里面的汁液又会跟它奶油酱拌在一起，而且我觉得它面皮有特别高，我以为会是像完全实心比较厚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它是留了一个那种嫩嫩的 Q 感，空心感，真的好好吃，好舒服。对啊，来，要不要主角来一个战斧猪排，沾一点无花果酱，来。它的酱汁真的是那种 barbecue 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因为它多了一点点酸，跟它那个底蕴应该就是那种无花果的香气。我觉得它整体的口感吃起来是有嫩度，然后有水分，而且甚至你会觉得说有一点松板的口感，马上再来续一块，这是真爱啊！停不下来，很好吃，好好吃哦，这个，我觉得它有点保留了那猪肉的原味，可是又把猪肉做的有点微微烟熏过，然后它那个酱又是保留了 barbecue 的那种烧烤过后的那个酱的那种味道，它味道够，但是你不会觉得说早上吃这个太负担哎，完全不油腻哦，好好吃哦，我喜欢这个。而且我们还有一道甜点哦，对哦，他刚刚说有个桌边秀，来，经典，哇，对。示范做呈现，好，那我点喽。哦，哇！那我想说，难怪你刚刚那么害怕的样子。哦，这很漂亮的妹。哎，老师，这个过程中啊，会把它的香橙粒壳对挥发掉。那里面切起来好像那个布丁面包，里面是嫩的耶。嗯。哦，好香哦。嗯。闻到。超爆好吃。真的吗？它吃了会融化的感觉，像热的布丁，咬下去上面的雪酪瞬间融化的时候，它很像在嘴巴新鲜现打的柳橙汁，很扯的那一种。但是下面又有那个橙酒，它被瞬间烧了之后，它的那个橙皮的香味是完全附着在那个面包边，对对，外面是脆的，然后里面是完全嫩的，真的像热布丁，好好吃哦。哇，这个下面的面包，小姐用了好多蛋，那个蛋液都渗透到最里面，最里面，然后吸好吸嘛，然后上面会有一个那个橘皮的香气，哇，这个吃完心情会好，哇，哇，赞呢，哦，会有幸福感呢。贝贝，为什么你都不跟我说你爱我呢？我没有说过吗？怎么可能？没有啊！我用手势表达爱心 ，Love you。你真的很老派哎，在一起久了就这么平淡，一点心意都没有，好无聊哦。怎么可能？你这个老人家，我是恋爱老师。你赶快清醒啊！你跟他
继续交往，他比你早死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真的爱。来，爱，花发式甜点店，对对对，发式店可以啊，发式店经常都很漂亮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一间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小间。它还有做这个窗台，其实店不要太大间，两个人的空间才会比较能够 close 自己的秘密基地。哎呦，聪明聪明，你好，老板。Hello 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好可爱的店面哎，看到了啦，这个是这个吗？请问是这个东西吗？啊，对，心爱狂想是一个什么？心爱狂想哦，心爱狂想。对，它是一个咖啡杯，我自己个人是做法式的，所以我就把它用成法式元素进去这样子。哦，老板之前是不是也在很厉害的餐厅有待过？对，在上海的米其林餐厅。哦。我们店的招牌的话是一个叫做自烧起司蛋糕，下面的话是巴斯克鲁蛋糕，上面的话是起司慕斯，然后做一点点大人味，就是把香草威士忌的蛋糕。哎呀，威士忌！我们最近有在出布雷的商品，对，然后因为刚好是水蜜桃的产季，所以就是有一个水蜜桃的冻布雷，然后会用整颗的水蜜桃放在冻布雷上面。嗯，哇，了解，感觉已经很厉害了，期待哦。来啦，心爱狂想曲，心爱，比照片还要漂亮，好多层次哦。从最上面开始的话，这个粉红色冰淇淋它是用覆盆子做的，就是里面还有一球玫瑰的冰淇淋。最下面的话带一点点酒感的甜白酒冻，让口齿会稍微清晰一点。我先吗？你先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可以特写它的肚子，因为它肚子等下会膨出来。怎么样 ？Amazing 吗？它呢一咬下去的时候，我是先吃到那种覆盆子的香气，因为它外面有这个覆盆子的那种冰淇淋。可是下一秒是非常非常浓厚的玫瑰香，然后它里面配的这个馅，它是用奶油打发，然后去加卡斯达酱，真的是比较厚实一点。你这样一口下去，你也觉得你吃到三层覆盖，而且是循序渐进的酸，然后花香，然后最后是一个那种厚的那个奶香味。好吃，我觉得配冰淇淋很聪明，就是它的部分是酸，跟那个马卡龙的甜是很搭的，瞬间帮它解腻，然后有香气给它加倍的效果。吃这个马卡龙会有一个松饼的香气，更像那种蛋糕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很清爽呢，这个部分是酸，我觉得很加分。哦哟，对，不一样 ，cost performance。对，我们讲的是哇，是很好吃的么么哒哒。你好低哦。很棒哎，你那个覆盆子的那个香气跟那荔枝撞在一起，以及它那种很自然的荔枝甜，其实在里面非常非常搭，而且你都觉得它很舒服的存在。爱的狂想曲，真的哎，从初恋，然后开始相视相向，最后浓烈的爱就集中在上面，变那个马卡。对对对，好浪漫哦，我喜欢这个。来，这个应该哇，它调的那个水蜜桃是那种超 juicy 的。哇，热情如火，销魂伴奏。充满各位的热情啊！他不用接，根本不用接。对，这就是惊喜浪漫夜景，超夯的码头货柜市集。我应该被动退下来，不需要再这等待。哎，超多人的快点歌，哇，这么多人，可以的。关心我们的下一代，一人一点力，爱就大无限。我喜欢这个故事。来，这个应该水蜜桃是那种超 juicy 的那种哦，所以大部分还是果肉。对，大部分那边是果肉，它只有中间塞进了那个奶馅。来，哇塞，有点像冰淇淋吗？它说超像冰淇淋，但是它同时间又有一点我们舒芙蕾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点点那种绵密，完全没有吃过那种口感，超神奇，对不对？甚至还有一点奶油感，它反而是鸡蛋味，是有一点像是一个点缀，它那个奶香跟奶油香超爆浓的，好好吃哦。
控制超强的。那我一口吃这样，好，全部，好，综合的，综合的，来吧。哎，我一口吃，可能不一样的感受哦。烤布雷的那有一个鸡蛋香，就是奶香那种，然后有浓厚，但是后面收尾是水蜜桃的那个香气，很清爽的，而且水蜜桃好好吃，很熟，对，很流心的那种，是配一点那个奶馅，变成一个水蜜桃牛奶，像果汁一样，是蛮有甜度的，但是因为用很多水，不同甜，所以整个平衡，对，好厉害，来来来，他们的招牌，招牌自招气势，哇，哎。那个切下去好像在切豆腐的感觉，好真的哦。哇。哇，超好吃！哎，前面上面的那个起司的香气超浓，甚至会觉得浓到有带咸味的那种起司。哇，这个好好吃，我不会形容，但好吃啊！哈哈，哎，这个是最棒的形容。它这个就是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那种味道，它上面的地方是非常软嫩，然后真的也像舒芙蕾那种，但是带有湿度，然后它稍微炙烧过之后，它的那个蛋香会铺在那个上面，很轻柔。可是它下面就是用巴斯克，它有一个烤过的那种焦焦的香气，它长得很简单，但它吃起来味道好有层次，嗯，好好吃哦。情人节要急救就来这边，哎，对，很加分哎，嗯，好棒哦，对。都夏天了，谁要跟你牵手了？我又不会流手汗，你的热情呢？没有啊，热啊！你们遇到问题了吗？这时候你们就需要恋爱导师。爱情难免会遇到保鲜期过的时候。这时候你们就需要一些小道具，抱我下来，抱我下来，抱我下来，不要害怕。导师这时候就会拿出小道具，把你们的左手跟右手伸出来，靠在一起，你们是不是牵手了呢？太棒了！可以可以，所以恋爱导师啊！对，我是导师啊，导掉的导。但这节听说也是超厉害的，手册。这什么？这画什么东西啦？热情如火，销魂饭。能播的吗？是不是要打麻赛克？这个是象牙棒吗？啊，它这也会喷射，是不是？会点火啊！这个艺术课是不是要上一下？对，我觉得我们送汉文去。对对对对，它好像是港式的一个餐酒馆，其实算新，然后它去年八月开，然后到现在大概快一年的时间。哦，你们靠酒会不会有一些火焰？现在手好痛，赶快走吧！好痛！来，反定了，反定了，反定！好，两轮，两轮。怎么会那么有勇气要开一个这个港式算这个餐酒馆吗？对，因为我们本来也是蛮喜欢在香港也是喝酒啊，跑不同的酒吧，嗯，还是美酒鬼啊，所以就过来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就觉得自己喜欢的。那料理的部分是你们很会用火焰吗？其实这个做法，我觉得在其他地方都没有，只是我们想把那个叉烧风味再做更多出来，想到用健康的方法。另外是我们的烤鸭也是会有过火的一些做法，就是皮油风鸭，就是比较香港的，就是情侣过来又很胖胖的，是是。精致，对对对，真的好漂亮哦。像这一道呢，它叫做沙爹牛肉，哦，但是它是大排档的料理，就有点像我们热炒店，对，街边小吃的这种。然后隔壁九鸟销魂饭，哦，哎，但好像还不是这样子，有表演啊，上菜秀哦，火焰秀，主厨推荐，好久没听到，有做了现场的技巧特别香哦，闻到香气，好高啊！哎呦哎呦，好高啊，好高啊！
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情，在香港，他说过反反复复。都要剪掉。真的有黯然销魂的办法。这个非常好吃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那个控吧的香，但是它咬下去一样是很扎实的那种叉烧肉，而且我刚刚咬到有一块它就是油脂的地方，可是你觉得它炙烧过后完全是那种焦糖化的反应，那种有点焦香味，然后配它的肉，好好吃。对啊，这一定要吃吗？对，要要要。我以为吃可能会吃，我想到一个。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。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情，他送我那个沙发高达30几万，结果一分手，就是分手又分手。他跟香港完全无关。欸、真的好好吃哦、喔，它那个甜味很舒服，然后旁边加一点那个油葱，多了一个香气，然后瞬间解腻，好喜欢那个调味，比较少吃到，很棒啊！丰田要吃完了，还有另外一个陈皮油封鸭，对，这个我也很好奇，那里面是什么？是酒吗？里面是玫瑰露、高粱跟玫瑰花瓣，哇！其实他不用切，哎，其实他不用切，真的不用切，直接可以这样子拉开，很红色的，一丝一丝的，哇，哇，它的那个香气完全让它在表面上就是还留有一点点那个花香，但是因为它有加上高粱，它就会有一点点那种香味跟甜味。之后炙烧过后，它那个皮更脆了，就是有点脆皮烧鸭的那种概念。嗯，跟我们以往吃到油封鸭调味其实蛮不一样的，是。但是它油封鸭本身做的好好，里面肉是那种很柔软，在外面就带了微微一点点脆皮，然后那个咸度我觉得很。这个应该就真的给人家下酒的。哇，吃完嘴巴还是留那个香气，很舒服的，留超久。这个蛮高级的，要点。那我觉得我还吃一下那个 XO 酱的萝卜糕，来。它跟茶楼吃到的那个萝卜糕，它我觉得它有做出一个区别，它的外表有一点像那种半煎炸，但它像脆皮的萝卜糕，但你咬到里面有一点虾米还是油葱那种，它会有一个自己的香气，然后是 XO 酱的那个辣味全被吸在这个脆皮的表面，很辣的好吃，很辣，辣，哇，好吃。有辣吧？有，但我觉得它很刷嘴耶。而且真的是炸完之后，那个表面真的吸满那个 XO 酱。对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，萝卜糕本身那个甜味，再加上那个 XO 酱的那个香气，很舒服，反而是很开胃的那种。来来，朵拉吃一下那个牛肉。来。啊。怎么样？好好吃。像那个金针菇是灵魂呢。整个酱汁里面充满菇类鲜味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非常酷，它很像是那种大火快炒，然后它是有一点点微微带一点甜的酱汁，它那个肉有点像沙茶，然后有点像用酱汁去炒，可是你不会觉得它的那个酱料很厚，真觉得那个金针菇的鲜味是那种神来一笔，有一种港式的这种餐酒馆，我觉得很棒，现在气氛对氛围氛围很好，很欢迎，对啊，真的重燃你的热情。来，朵拉，我帮你拍照。宝贝，你好漂亮哦！哇，我看一下你拍的怎么样？哇，哎，你笑得好可爱啊！烂死了！啊，问题了吗？我遇到了，你看他啦！他嫌弃我。爱情导师来看看，问题肯定很大哦。超大的。让老师来帮你解决拍照的问题。老师拍一个屌的给你看啊！屌的吗？三、二、一，这就是惊喜！太屌了，好浪漫的爱情导师！你看看。你只要抓准其他人有求婚的时刻，你就来收烟火。你用秤的，预算是你，你算什么？你叫手秤。好，以为你要
叫大家去包烟火的。这是什么啊？浪漫夜景，超夯的码头货柜市集。哇，其实这里非常非常的新，在这关渡的地方呢，它其实在傍晚的时候也可以看那个星，就可以差不多黄昏就来，然后慢慢的开始逛，然后晚上又有夜景可以看。这个市集呢，目前是大概13摊左右，对，那每天都会开，假日应该一整天都超多人。没错没错，来找一间来吃看看好不好？好，面前这间感觉就很不错哦。是，你好，谢谢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你们是以串烧为主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还有冻饭？我看你在准备。对啊，冻饭也有。我们还有很厉害的烧肉饭。烧肉饭，其实在这个氛围吃点泰式的很好。很好。哦。夏天就是要这样吃。真的像来到国外的感觉。对。有卖泰式料理的。Hello Hello， 你们好。主厨。对啊。主厨。主厨，你出来一下。你的手给我，你的手给我。啊。几岁？几岁？28。刚刚好。可以。你们看，主厨真的哦。主厨，你会炒饭吗？会。会啊，很喜欢炒饭，对不对？喜欢炒饭。你现在在炒什么？打抛猪。打抛。要。我们就要你这一份打抛猪。那个驻唱歌手很像。会唱一些你的歌曲，真的假的？可以点歌吗？问一下。Hello， 你好。嗨，那你们在平常可以接受点歌吗？还是真假的？冰仔也可以。什么时期的都可以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在看爱情选手。真的假的？星空戏餐酒馆，浪漫惊喜，它就是打造双人那种包厢。喂，很可爱耶。这个行程我喜欢。那你们在平常可以接受点歌吗？还是真假的？冰仔也可以。什么时期的都可以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在看爱情剧。真的假的？你要帮他起一个 key， 不然他没办法。要不要唱苦茶？苦茶，哇，苦茶都不熟哎。都可以。苦茶，你有听过是不是？有吧。粉丝点歌，粉丝点歌。来来来，来一起啊！来来来来，好不好？我最喜欢大合唱。哎，超多人的快点歌。哇，这么多人，我傻眼了。手电筒开灯，假装是演唱会。手电筒打开。这样子，我等一下走音的时候。比较不尴尬。会比较。浪漫一点。
食的部分，然后哎，其实在这边吃饭很chill，对啊，超舒服的，是是是，好，烧肉饭开始，沙肉饭先来，哎，它其实分量给蛮多的，嗯，其实肉给了很多，哎，你看肉超多的，厚一层的，对啊。你说一个不小心吃了一大串肉，因为它跟一起上来，对，它整个是走那种黑胡椒式的那种烧肉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是微微带甜，你用黑胡椒的香气，它会非常明显，那个直接扒在它的肉块上面。因为台湾就会比较喜欢这种有一些烧肉酱然后浇粉，我知道你刚刚一讲黑胡椒，我就有一种想到那铁板烧。糖醋鱼要不要学过来？糖醋鱼，对，来，我先吃。Thank you。鱼肉非常的绵，而且炸过之后再吸附那个上面的那个糖醋的酱，酸甜的味道很好吃，而且吃得出来旁边的那个甜椒啊，他们的那个甜味，蔬菜爆炒过的那个甜味香气。哦，来喽来喽，泰式来喽来喽，老板请坐请坐请坐，对对对，来坐一下坐一下，对啊，坐嘛，老板，老板啦，坐，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料理。这是打抛猪，然后这是月亮虾饼，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，真的亲手做的，自己用的，是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啦。答应什么？你猜了吗？来来来 ，Daniel， 你可以帮我们喂一下多卵，对，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等一下，好久没这么暧昧，好爽。哎 ，Daniel 有一种。台式诚恳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我老实说，他做的打抛猪是真的非常好吃。真的哦，他连饭都是煮的蛮好的，就是他那里面是真的有空气感。他配的打抛猪，我觉得他是刻意有让酱汁稍微多一点点，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爽口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年轻人。他讲的完全没错吗？完全没错。哇，我眼光不错。他最了解你的啦，太了解。来来来来，我们 Daniel IG 是什么？哎哎呦。哎，你看他照片，他是棚拍的那种。哎，对啊，可以耶。哦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再打一秒。我刚看到他跟女生的合照。对，所以我叫他回去。没事啦，谈恋爱不就是像烟火一样转瞬即逝？不要让我在七夕心情这么差，好不好？不会有七错一啊。那个塔包猪还是真的蛮好吃的，哎，月亮虾饼它做的超好，皮薄薄一整，超级酥，然后咬下去的里面那个虾肉的部分超 Q， 哎，你会吓到，我刚刚吓得还不够到吗？这个段我们等一下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爱情老师可以来解救他。对了，我开始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们赶快来玩那个水上自行车，奥豆卡超赞的！哦，你个大头啊，好热哎！没错，那奥豆很烦，我不喜欢这个。遇到有问题了吗？啊，我来了，我遇到了，我遇到了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看他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打我？做事情之前哈，怎么样？先让女生开心一下，是吗？我想就是要带她出去开心啊。来，朵拉，我们玩一个读心术。你会读心术？厉害，老师。一到十，对，的数字里面我写了什么？你猜哦。随意吗？真的吗？对，随意。嗯，好，你写。来，你猜。一。对。好厉害！我不信，再一个，这是我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写了什么？不知道。对嘛，不知道。好厉害！连续两次猜对了，是不是要跟我出去玩呢？这是一个局啊！老师你好会约妹哦，好强哦！学会了吗？来，浪漫急救手册又再度登场。怎么啦？浪漫水上脚踏车，该来的还是躲不过。我想跳水哦。哎，其实有配备教练的啊。教练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水上自行车吗？感觉很浪漫。对啊，是啊，没错。对，这个比我们路上骑脚踏车还轻松。哦，真的。是有螺旋，不会太累。所以这个河是什么？东山河。东山河，哎，是宜兰县很大条的东山河河道。我们等一下骑出去哈，我们会沿着水道走，里面就会我们最特别的地方——神秘洞穴。哦。那边我们要去就会看到神秘洞穴，那我们全力前往神秘洞穴。
吃了。很爽啊！而且最好笑的是，你们威风一台，直接躲了。哎 ，BL 正当道了。我来，我在你。好，老三。BL，兄弟啊，好浪漫啊！兄弟啊，全速前进 ，Go！ 哎，大姐，这柴犬。对啊，我说比你路上骑脚踏车还轻松哦。好舒服啊！哎，光天，你看那个铁桥哦，那个桥。那个桥是不是现在还有火车会经过？来了，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。这样是不是会有一种在泰晤士河畔的感觉？有一点像。哦，其实是很chill，你看他甚至就是不用手，他手只是帮忙而已，可以微控。这个小朋友都很适合。而且你看他可以随时都站起来这样。有热，有热。对。出发。下来了，小雷雷，下！哎，进来这边有没有觉得哦，最好凉，好爽哦！打镜头了，哎，对，整个静谧起来，安静起来了。我们这个园区都是人工打造的哦，这里以前全部都是稻田、农田。来，我们看我们前面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秘洞穴哦，全台湾唯一一个上面是火车铁轨在跑，下面船在走的一个人工造景。哇！哦。这样看过去非常的漂亮，哎，很酷哎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上面那个水，哎，哦，它这个表皮层，它是仿造金门的宅山战备坑道塔。哦，而且呢，他们因为现在有情人节，他们有一个准备一个 surprise， 来，三、二、一， surprise。对啊，太浪漫了吧！这个，这里有一个天井，对，这个叫天井哦，这是我们的王美拍照区。太浪漫了，太浪漫了，太浪漫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么浪漫了，太浪漫了吧，凤天！好舒服啊，凤天！太臭了吧，凤天，你可能是第一个从水上自行车跳下去的人呢。凤天，你可以拉着我，后面有一条绳子，你放轻松。哇！哇！你震动不到人群呢！太浪漫了，很浪漫呢，这个低沉我喜欢。很赞吧？哇塞，这边真的是很漂亮啊。你看，像我们七夕情人节就一年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知道最近呢？过了七夕情人节，马上就是我们奥运的盛会了。哦，对。对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关注我们中华健儿的表现，就要下载我们的 TVBS 大运动家 APP，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啦。而且它这个上面呢，它现在是可以参加这个预测赛事。嗯。就可以拿好椅耶。哎，关注哦，八零奥运，我们来喽。明天是情人节嘛，所以我要送你玫瑰花，情人节快乐。又是玫瑰，你去年圣诞节也送我玫瑰，生日也送我玫瑰，端午节也送我玫瑰，一点惊喜都没有。你遇到问题了吗？让爱情导师来教你要送什么礼，就是要送到心坎里。先送你一个惊喜，惊喜。大蟒蛇神出鬼没，我只属于你。好呀，好浪漫哦，是不是？我要学起来。爱情导师，下次见。我只属于你。哎呀，还站着呢。对，学到了。是不是？因为呢。像这个送礼就是要的让人家都永生难忘，而每次都玫瑰花就不行。对啊，而且在一起久了要想梗啊，对，想惊喜很难。因为等一下我们去到这间餐厅，哎，它就是打造惊喜，是不是在手册里面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吗？是是是，你看星空系餐酒馆哦，浪漫惊喜，它就是打造的就是那种双人那种包厢的感觉。哦，哎，蛮像月球了哎，对啊，很漂亮哎。
而且其实在这边就已经算是一个包厢了啦。对啊，听说里面有九个包厢，九个包厢哦。哇，他说我们今天来已经有八间都满了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塞，等一下这里哇，去哪里看极光？怎么有极光有哎，极光，很惬意耶。听说今天的包厢基本上全满，对，八间都满了。对，我们全满。他们进去大概多久？进去两个小时。哦，那看差不多快结束了。对，因为以前我弄 MTV 的概念的话，是算好，不一样吧？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因为我们主打的话是一个仪式感，就是可以让客人制造惊喜跟制造浪漫。我们菜色的话是双人套餐，他们会有纪念日或者是有约会，就会来这边庆祝。对对对，预约排队。对对对，进去啊。哎呀，每一个天空都不一样哎，超酷的！今天帮你们安排的是星月。哇！哎！哇！哎，等一下，好漂亮！那上面是我们的名字，荧幕上有我们的照片哎。哇！上面可以看星星，对，你从这里透过去，你很像真的去哪里旅行的那种感觉。我要送你就是九朵玫瑰花，蓝雪雪，你喜欢哪个？还是送的是玫瑰啊？对啊，还是玫瑰啊。太浮夸了！我刚刚一开始是以为他们要拿拍照道具。对啊，这也是吃完就饱了。这三盘哦，它原本是两份，我们是想说啊，我们先放一份就好。然后这个它叫做水财繁殖刺身圣盒，它里面有海胆、鲑鱼、干贝、比目鱼、旗鞭、星鳗、天使红虾、鲑鱼卵、一只钓、日式小菜。海胆在哪里？你看海胆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它是一个珠宝盒的概念。珠宝盒。所以要求婚的话，就跟他说那个海胆帮我换成求婚戒指。有没有？对，它叫一屋极致藏宝箱，然后里面呢，它有 A5 和牛，然后波士顿活龙虾，哇塞，然后台湾黑猪的松板猪这样子。那要不要从汤开始喝呢？这个汤呢也是相当特别，这个叫做鸡卤鲍鱼炖鸡汤。哇，鲍鱼炖鸡汤，烫了。哎，这个汤超级好喝。鸡本身的那个精华都全部都渗透到那个汤里面，而且它的那个肉有没有？那个肉跟汤头是另外做的，汤头很鲜甜，然后鸡肉也同时保留那个它的那个甜的味道。我觉得它加很多菇类。对，我觉得它特别甜，它那个甜感觉好像是笋子，对，有笋子，喝汤的时候就有笋子的那个香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直接吃一个高级的海胆，有在说。等一下，海胆上面有鲑鱼卵哎。鲑鱼卵啊，很挺，有没有？哦，代表它的等级是高的，然后又新鲜。嗯，再怎么死？哇，整一口哎，甜，完全没有那个腥味。那我选一个干贝，好不好？哇，你选像上面一样，也铺一点点鱼子酱。甜甜的微笑，就像鱼子酱。会有人很自私，我看。好像错了，因为刚刚也看到它基本上是生食级的，表皮稍微炙烧过的，因为它那个软嫩、那个 Q 的那个程度，完全都可以感受到。其实我觉得好像光这一盘那个 CP 值就已经有够高了。对啊，哎，我们要不要直接开这个宝箱给大家看？哎，你这个波龙，波龙这个鸡当不利时，来来来来，哎，你比一下，哇，哎，新的爱心。哦，直接拉开，而且它是活龙虾哦，对，它是活龙虾，很弹哦，很弹很 Q， 而且它也是炙烧过后，它有一个炙烧的那个香气，而且我沾到一点旁边的那个汤，多了一个甜味，多了一个香气，哦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其实新鲜度完全吃得出来，哎，对啊。超鲜甜，它真的是甜味，然后肉的那个弹性完全都留着，而且好酷，它咬每一口都在榨汁，哎，好好吃哦。超这边会帮你们就是处理一下我们和牛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三种和牛啊，都是不同产地、不同部位的和牛，然后我们会用不同的料理方式帮你们做料理哦。哇，不同的料理方式，还有不同料理方式，这个的话是面线。哇，
它是日本鹿儿岛的 A5 和牛。哇，使用的部位是纽约客，上面的话是昆布盐下去提它牛肉的香气。你再把给放，好的颜色。我被和牛打到，哇哇，吞进嘴巴里的时候，你完全不会觉得嘴巴是那种油腻，油是带甜味。嗯，然后我觉得他加昆布盐好聪明哦，就像已经帮你打好盐巴的那种感觉，非常好，厉害。嗯，而且我们还有下一个，来，好，冬天。这个的话是澳洲的和牛，那我们一样是使用跟 A5 和牛同等级的。它比较厉害的地方是，正常和牛饲养周期大概都是600天左右，对。那这只牛的话，它饲养周期只有450天。我们爱你，爱你。我刚刚去澳洲，它的那个油香超级无敌甜，而且是很温和的那种，那咬下去就会嘴巴里面它那个香气整个散发出来，它那个甜味我觉得更明显，而且肉质也非常的非常的嫩，而且不要以为就是只有这样而已。怎么样？对，其实我有准备一个小精心的一个小影片，惊喜要送给大家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哎，以前都骗走。你以前长这样，好年轻哦，要年轻哦，好荒谬，我们坐在那边看你这样，我们真的是用生命录影，真的哎，哇，我喜欢哎，我老好多，我真的觉得就是交给他们知道怎么制造那个感动的感觉，他们不是乱做，你把素材给他，啊，好尖锐的素材是怎样啊？哇。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整个体验都是很赞。反正最后一间了，对，就给大家所有能急救都急救了。真的，好好学习一下我们的手册。嗯，祝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。